Aspire on North Station 是位于素坤一路的高层公寓项目，与大型购物商场 Lotus 同侧，距离 BTS and New 站仅200米。公寓共696个单位，37层高，这里共计282个停车位。与住宿楼分开的84辆自动泊车的停车位，以及可容纳198辆汽车的传统停车位，您还可以轻松从通楼到沙洋等中央商务区，满足靠近商场、医院等附近的生活需求。该公寓被认为是十多年来第一个在素坤邑主干道上推出的高层公寓项目。Aspire on North Station 以 All-in 风格填满所有区域，公共设施更多达五层，如总面积4700多平方米的五层设施区域，以及楼下的户外绿洲区域。楼前是正式的洛克区 The Aspire Common， 在此会有工作人员为您提供便利。The Lobby Lodge 是可以坐着等候的休息区。The Pearl 和 The Sea Love Society 是休闲或工作的区域，可以坐下来谈话或是开工作会议。从二层至35层为住宅区域，包括衣食户 30.5 平方米、27平方米和32平方米，大型衣食户35平方米以及两室两卫53平方米。设计拓展了内部功能空间，配有封闭式厨房以及三部锁层系统的客梯以及一部货梯。The Deck Garden 停车楼屋顶上的大型漂浮绿色花园休闲区，三层顶楼设施是从36层开始的客厅区域的一部分，而 The Productive Hub 是一个工作的区域。除此之外，还有可以全天24小时预订的会议室。The Breezing Hug 是一个在大自然的树荫下坐着和工作的空间。Sky Lounge 在这里俯瞰城市景观，好不休闲自在。接着来到第37层，这里是健身区域，这里24小时全天开放，配有齐全的健身器材。The Aqua 或大型盐水泳池，您可以在这里尽情的健身和游泳，也可以在按摩浴缸享受按摩的乐趣。The Sky River 可以在这里欣赏班喀俏河湾的景色，以及环抱在 The Sky City 大自然中的素坤邑180度城市全景。Aspire on North Station 位于素坤邑主干道上的高层公寓项目，靠近 BTS and New 站，是素坤邑地区的最优价格。亮点是像三层设施这样的空中公共区域，除了可以从资本增值中获利，还有不错的租金收益率，不管是自住还是长期投资都很划算。